个云俊、远嗰只集孖人孖位，其他钉人。十年啦，冯 Sir 冯振廷奉献咗十年俾中西区足球队，由2013年接手做教练，五年间带队升班两次晋身甲组，赞助咗中西区6-7年嘅张振康先生，今季以甲组联赛冠军做目标，开季前就加强阵容，签入有港超经验嘅球员许宏峰、安基斯、梁子俊、曾健榜，外援卢斯安奴、小港脚张哲恒、青年门将陈冠新、法国中锋布兰克，系 出乎意料之外添，即系冇谂过去到季中嗰阵时，好接近啦，嚟同个冠军好接近啦，所以唔想嘥咗呢个机会去，所以会继续即系会增兵落去咯。一开季就以1-0击败黄大仙啦！中西区喺季中加码，签咗原本分别效力港超标准流浪同和富大埔嘅大卫巴拉同埋安达，结果以11-2排榜首，完成首循环赛事，领先斗得最激烈嘅骏英九龙城5分。去到第17轮，大卫巴拉大演帽子戏法，中西区3-2击败东区。第18轮，许宏峰一战定江山，1-0赢咗高力北区。4月两场硬仗，大卫巴拉再包办两个入波，2-1击败南华。许宏峰、安基斯入波，再加对方摆乌龙，3-0赢埋沙田。中西区足球队上下一心，气势如虹，终于迎嚟最重要一战。同争标对手骏英九龙城正面交锋，比赛结果关乎冠军水属，可惜天公不造美，踢咗12分钟就因为雷暴暂停兼封场。一个礼拜之后，再有提早捧杯嘅机会啊，喺葵青主场对垒。射手许宏峰上半场接应沈耀扬嘅传中，近门头槌一揈，为中西区打开纪录。补时阶段，中西区右路界外球攻势，接应嘅许宏峰转身射个3分波，靓到葵青门将都系得个望字。呢个左脚射，哇！许宏峰，哇！中西区2-0成为今季甲组联赛冠军，是足总赛事的首项锦标啊！10年，冯 Sir 冯振廷终于圆冠军梦啦！一起行过丙组、乙组、甲组，未来会不会一起踏上港超之路呢？如果要你揀呢10年的难忘时刻，你 会第一时间想到啲咩？同佢哋一起落场踢比赛，到今年我一场都冇同佢哋踢。是无论我在哪个位置都是在他们身边，就是一起去走。有想过升班的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挑战不同的目标就要挑战下一个目标，但是人脚资金就是始终不是一个人的事。希望政府多支持，就是说有自己的练习场，我们会再摆多些资源下去。The plan is back to Premier League, and the fitter is this team. So I need to keep my body, I need to keep in the good level. Like we always say, when you come to Premier League, you want to be competitive.